各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！啊，我们学习师长啊，四十八大愿啊，这个课程啊，我们刚好啊，讲到第十八愿啊，啊，这十八愿呢，也是。 四十八愿的核心啊，所以，啊这段经文呢，啊，我们得深入学习啊，而且得要依教奉行啊，决定啊得真实的利益啊，当身呢往生不退做佛。 那我们顺着经文啊，稍微复习一下前面有谈到的重点啊。我做佛时啊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啊，自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。 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我们看到十方众生呢，啊，那包含我们在里面呢，啊，而佛的这一愿。 啊，佛的四十八愿，啊，为谁发的呢？为我发的。啊，这么一想啊，很亲切呀、啊。这么一想啊，很感恩呢、啊。啊，因为阿弥陀佛没有发四十八愿，啊，我自己也出不了轮回了。 要出轮回，要断见识烦恼啊，那我就长解轮回了。所以我们啊，能够这样啊去体会哦，不要说见识烦恼，一个身见了、啊，自己放不下了。啊啊，尤其。 啊，去过我们多伦多啊，啊，尼亚加拉大瀑布啊，总长才七九九百七十二公尺啊，啊，还不到一公里啊，哇！你来看那个水量之大，印象深刻啊，啊在美加边境。 哎，佛的比喻啊，啊，要断尽世烦恼啊,啊，啊，要瞬间把四十里的瀑布截断了，啊，那四十里瀑布啊，比喻我们长劫轮回啊，这种妄想分别执着念呢，好，就像这个瀑布的流水，密密麻麻，止都止不住啊。 啊，我们有这个体会了，哎，在念这个四十八愿呢，念到十方众生啊，有我的份了。啊，闻我名号，啊，老和尚提到啊，这个闻呢是缘分，听闻了。 这个缘呢，决定不是偶然的，哦，这个缘不是偶然的，这个世间任何的缘呢，也都不是偶然的，一切事啊，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啊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一世遇到的缘呢，都跟过去生有关的了。 所以，深信因果啊，人就心平气和了。哦，学佛，深信因果是很重要的基础了。啊，因果都不信啊，那那就佛的话就不相信了。哦，佛所讲一切经教啊。 从事上啊，不离因果两个字。啊 <coughs>、哦，那所有的事都是因果啊。啊，欲知前世因呢、啊，今生受者是。啊、哦，所以面对逆境恶缘呢。 不止不会难过了，啊，会觉得哎，债还了，啊,啊，无债一身轻了，就心平气和了。哦，那老人家这里点出来了，这个缘呢、啊、不是偶然，啊，正如世尊呢，啊,啊，在。 弥陀经啊，本经当中啊，开始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、啊、能在一生中啊，听到阿弥陀的名号、经论，哦，那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不是假的。而且这个善字啊，是无量劫来所种的深厚善根。 跟其他经上所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呢不一样。啊，其他经讲了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例行啊十三业，啊的善符合善的标准。好，那在净土经当中啊，这个善呢，啊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出来了。 啊，落于来世，乃至正法灭时。啊，我们现在不只是正法灭时了，是在末法了。已经经过又经过相法，到了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了。当有众生呢、啊，执诸善本，以成供养无量诸佛。 哇，他这个善是供养无量诸佛啊！啊，有比如来加威力故，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啊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呢、啊。所以这个听闻不简单了、啊，不是偶然的。好，哎，经文接着说啊，摄取受持。 这个摄取就是摄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哦，所以这个法门是他立派，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果教门呢，它是从果起修的，哦，它是不可思议的法门。 这个法门只有佛能讲清楚了，唯佛与佛乃能知啊！啊，如来功德佛自知，他果地上成就的法门，啊、唯有世尊能开示了。好、啊，所以不是偶然了。啊，清朝彭济居清居士说的：“无量劫来。” 稀有难逢这一日啊！哦，我们积累了很久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，哦，那成熟了就要掌握啊！哦，不掌握，哇，那这个遗憾呢，没法说了。 再说啊，阿弥陀佛为我发的啦，不珍惜那不是太辜负阿弥陀佛了，太辜负十方诸佛的苦心加持了，勿念了。哦，这佛恩浩大啊，劝发不离心闻呢、啊，念本师恩，念佛恩排第一啊。 啊，因为佛都是生生世世啊，随主于我啊，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永代呀、啊。啊，多少尊佛跟释迦牟尼佛配合来的、啊，哦、啊，来来度我的、啊，所以不能辜负佛恩浩大。 啊，况且我们自己在思维，啊，我们听闻这个法门的过程呢，也有很多的善缘帮助啊。啊，首先老和尚讲经一生六十二年，啊，把净土经，尤其无量寿经啊，讲这么圆满。 是我们最重要的真上缘呢，我都不能辜负他老人家，啊，他老人家跟我们约好了，啊，在极乐世界相见了。哦，我相信大家都答应了，啊，啊，凡出言，信为先，啊，界定真香啊，这个香也有所信的啊。 嗯，啊，这个香飘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守这个信诺啊，哦，所以师长这里提到了啊，这个善根呢、啊，比那些经上讲的守十善的，好、啊、那些。 深厚的太多了，你才有缘分呢。听到这部经典，听了之后啊，还能够很欢喜，啊，这都不是偶然的。啊，接着经文呢，自信信要，哦，这这些句子都不能划过去了。啊，自心呢？ 真心、诚心，决定没有啊虚妄的心哦，发了愿就往生了，不能骗阿弥陀佛了。好、哦，而且这里啊，师长给我们开解了，这个智心啊，就是一心。 从今而后，我们进行受现前这一生呢、啊，要做到啊，念之在知。啊、哦，归心似箭呢啊。慧、哦、大师说的净土为归啊、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、哦？两三年没回家了。 啊，思乡心切啊、哦，坐上车啊，还是坐上飞机，脑子里都是想着家里的情况啊、哦，尤其是想妈妈煮的菜啊，啊、哦哦，当然这样会有点贪吃啊、哦，哇，你看脑子里都在想，哦，那我们今天要回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了。 那应该常常念着佛，想着西方极乐世界，一阵庄严嘛，这个才是归心世界呢。哦，所以静修捷要三十二拜，每一拜都是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。哦，不知道大家拜下来感觉怎么样？哇，那个加持力很强啊，啊，身心。 舒畅啊，更重要的，啊，这个求生的心啊，啊，随着每一遍呢、啊、更切了，哦，这个才是念之在此。啊，最近呢、啊，好像全世界天气都比较热啊，哇，连欧美地区也热到晚上都流一身汗呢、啊。 遇到这样的天气，有没有更想到极乐世界去了？啊没有事时寒暑于敏之意啊！哦，半夜醒过来要再睡，好难了啊，挺痛苦的。不过痛苦呢，又是烦恼啊，把它转成求生净土的阅历啊、哦！哦，像我现在觉得做人挺难的。 太冷了不行，太热了又不行。哇，这个是这个臭臭皮囊挺难伺候的，嗯，还是去换极乐世界清虚之身、无极之体、啊，才是真正有智慧了啊！还贪恋这个每天搞这么累的臭皮囊、哦，哎，所以你看，一佛啊。 要想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呢、啊，啊、哦，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这些情况，哎呀，很想去极乐世界，哦、这个心呢、啊、就越切了，哦，所以心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啊、哦，这个七十二页这里提到的，啊、哦，中间位置。 尤其啊，师长接下来这个开解很重要了，一句一句啊，不可以间断。哦，当然老和尚不是逼我们不要间断啊、哦，哎，老和尚分析给我们看看，间断呢就产生两个现象，把理给我们讲清楚。 一是打妄想，起心动念，胡思乱想。哦，我们随着这些开示啊，自我关照啊。师傅领进门、啊，修行靠个人。一是无名，没有妄想啊，就堕到无名。哦。 所以众生不是堕在妄想，就是堕在无名。这多可怕！啊！堕在妄想那一边，就是贪嗔。你看我们在想事，你有放不下的事啊，有贪求了，或者呢，很很生气的事了、啊，我常常拿起来想嗔呢。 哇，想那个人我就生气，都在打妄想、贪嗔呢、啊，惰在无名啊，这边就是愚痴啊、哦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了凡先生，他遇到云谷禅师啊，三天没有起妄妄想是吧？但是他惰到呢，无名。愚痴啊。 他的他的命运一点改变都没有，他没有智慧啊，啊、嗯、啊、嗯！有时候人家问我，哎、欸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想。但是没念佛啊，啊、嗯，还是堕到鱼池里面去了。哦，那搞贪嗔痴啊！ 贪嗔痴是轮回业啊，所以不念佛号啊，就念贪嗔痴，这是我们不知道。祖师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呀、啊、冷静想一想，一点都没错。佛号断了、啊、就是贪嗔痴，就是造六道三途业。 哇，你看老和尚这分析的多深入透彻了啊,啊！中风禅师啊，在《信念法师》里说的：“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，结三途六道业啊。” 我们要高度的警觉性啊，高度的认知啊，这一句佛号是敬业，教我们永脱轮回啊，往生不退成佛，一生中就可以把这件事办得圆圆满满的、啊，当生成就的法门。 所以自心呢是关键的字眼，一心，一向专念，念之在兹。再来第七十三页讲到了，啊，要，要是爱好啊，啊，欢喜爱好，人生中第一喜欢的。 就是这件事，其他任何事啊都不能取代啊、哦。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啊，要把念佛啊摆第一，最喜欢的事啊。好、哦，那我们看到好像开解到这里啊，哎，我们问问自己啊，念佛是不是最喜欢的事情？ 那那这个这个自我勘验的哦,哦我观察啊，有同修啊，一讲到吃东西啊，眉飞色舞哇，讨论的啊、哦、都止停不下来啊，一念念佛，嗯，有点要打瞌睡了。呵呵那这样有可能吃比较是最喜欢的。 哦，哦，oh. oh, 所以这个要自己开店啊。Oh, 所以最喜欢的这个才是自心信要啊。哦、oh,，所以我们有没有做到？Oh, 这个阿弥陀佛啊，是从这样的心，自心信要的心啊生出来的。好、oh,，这才相应啊。 相应很重要啊！啊，不相应，口念弥陀心散乱了，啊，喊破喉咙也枉然了。哦，所以师长这里说的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,念佛。哦，所以念佛的人呢、啊？ 不能不知道要自信性要相应的去念如果不知道啊，那念了一辈子佛啊，到最后不能往生呢，哦，那就很可惜了。啊，所以实在讲啊，我们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都念佛。 哦，不是，不是这一次是第一次了。哎，那一接触就接受了，怎么可能第一次呢？所以念佛啊，没有把这一句经文啊深入透彻，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没有把这自心性要四个字啊抓住。 啊，所以只跟弥陀啊结个法缘而已了。啊，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啊，不是自心性要不是最喜欢，那临终一定是强者先迁了、啊、哪件事最喜欢就把我们拉走了、啊。哦，哦，所以这一生又遇到了、啊。 这一生的缘很殊胜啊，因为我们遇到老和尚啊，把《无量寿经》啊给我们讲，讲的圆圆满满，又遇到啊夏老会气。黄老注解，老和尚讲注解，四次圆满，还遇到。 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做证明，还劳他老人家拿着那一本《若要佛法心啊，唯有神战身啊，肯定会几本呢、啊。哦，老人家一生从来不没有主动说要拍照的啊，那众生。 邀邀请了啊,啊，那老人家很顺的、啊，从来不主动拍照啊，唯一一次，嗯，看到这部书啊，赶快让弟子给他拍照、啊、所以视线的都非常明显了、啊，可是呢，老和尚又怕我们看不懂啊，啊啊还花了六个小时啊。 讲解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啊，这个对我们末法众生呢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我看我们四十八院学完了，啊，一起再把老和尚这六个小时一起学习一下。哎、啊，内行人看门道啊，这个海鲜老和尚。 哦，那我不敢乱猜啊，啊！但是我肯定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佛菩萨了哈、哦。嗯，那他们应激给我们表演应我们这个时代，都有很多修学关键的表演。我们能看懂啊，可能就少走弯路了。弯路啊！ 怕弯不回来了，啊，甚至没看懂呢，陷到坑洞里面去了，啊、所以这些大善之士用心良苦啊，合起来给我们表演了，所以啊，这个缘不多啊，一定要把握住。 不能放过啊！啊，决定在这一生往生。啊，这里啊，马上进一步讲到了。啊、这个自心性要就跟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说的，啊，净念相继啊，一个意思。你最欢喜这件事啊。 你一定啊，争分夺秒、啊、念佛了哦，哦，所以如果不是净念相继，那就不是自心性要。啊。打发上有说了，啊，我们呢，不用做事的时候，佛号提起来。 而且那个提起来是自心性药的心境。哎，真的，家里工作上需要处理事了，啊，哎，佛号先放下，哎，但是真心不能放下啊，啊，真心去处理事情。 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真诚恭敬。好，所以师长讲念佛，这个“念”字，精心，心上真有佛。好，那祖师大人也是用真心的、啊。 啊，事情办完了，佛号再提起来。啊、哦，当然你在办事的时候啊，佛号可以不间断，事办得更好。哦，那那，就像海鲜捞上，他他他在农耕的时候，佛号没有断呢、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用功啊，不要间断。 啊，哦、所以下联居老居是慈悲啊，教导我们，在处事的时候啊，怎么用真心。今天假如说善知识没告诉我们怎么用，那也就罢了。老和尚也教我们，夏老也教我们，我们再不干呢，那把我们自己的福报给糟蹋掉了。 老上教我们真诚、亲近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来存心待人。夏老说到了处事啊，要用第一念，第一念就是真心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处事时啊。 豁然而大功，大功无私。哎，这个要自己关照了，不能掺杂私心在里面。啊，公则为真呢，私则为假。物来而顺应。 啊，用心如镜啊！啊，祖师比喻真心如镜啊。哎，就在做事当中啊，啊，要靠近真心啊，像镜子一样，镜来不惧。啊，真诚面对，进去不留，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佛号提起来。 啊，事已过物流至，勿留志；事未至，勿将迎。哦，我在英国遇到一个老先生，七十岁了。啊、哦，我跟他交谈的时候啊，啊，他皱着眉头说：“哎，人怎么这么奇怪呀、啊？我这七十年走过来。” 发生有高兴的事啊，有难过的事啊。怎么我现在一想就是难过的事、啊，都没有想高兴的事。啊，哦，所以事已过物留志啊，不能装一些事难过、悲伤的事在心里面。啊，有没有装呢？ 照镜子就知道了，哎，啊，嘴角有点往下，啊，这个就装了不少了，啊，嘴角往上扬，啊，这个比较没有装了，啊，好，所以我们修学的情况啊，其实脸上看得出来，啊，自己可以常常从脸上。 相由心生呢、啊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夏老这一段法语很具体的指导啊，阔然而大功，物来而顺应；事已过，物留滞；事未至，物将影。坦坦荡荡。 君子坦荡荡啊！假如我们今天还怕见什么人、见什么事啊，就不够坦坦荡荡了。这个都要在境界当中啊，关到自己的心念。修行啊，观心为要啊，心里啊有所忧患，不得其正。 你担心什么了？不得其正呢？啊，有所恐惧，不得其正；啊，那有所愤志，哇、哦，那有情绪了，那不得其正了、啊。这都落入贪嗔痴了，三毒的因了、啊。那我们得要。啊。 观自在了，啊，观自性在不在？啊，一有这些念头啊，哇呀，自性清净心没了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、啊。赶快阿弥陀佛提起来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又起这个念头？阿弥陀佛啊，不能让他相续了。好，啊，慢慢慢慢的。 这些念头就少，佛号就越来越多了啊、哦，都有个过程了、啊，这个急不来了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念佛啊，也是对治个性的、啊，对治着急、急于求成哦。所以你看，海贤老和尚说的，念佛念的得,得力啊，这个不是短时间的哦，提醒我们了、啊。 我们念的时候，一切莫管，啊，能够万缘放下，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，不是很复杂，老实念去。这样就对了。第一念，好，啊，坦坦荡荡啊。 见空很平，平等心待人呢。啊，人的心啊，空寂了、啊、才会灵啊。心上装饰啊，不灵啊，是吧？你心上装饰的，人家跟你讲话，心不在焉。啊，人家讲了几句，哎哎，你在吗？ 啊哦，有有有，我在听。啊，心没有空了，空才能灵。哎，心空了。哦，这个，哦，好像这庞庞韵居士说的。 啊，十方来聚会啊，各个学无为啊，此事选佛场啊，心空即地归啊，这个心要越来越清净空寂了，不能装东西啊，哎，这个是第一念哎，接着夏老分析的很深入啊。 啊，若计较人我，你一讨论事啊，一办事了、啊，就批评人我是非了，啊，那这个就第二念了，分别执着了，或沾顾得失，那我们这样办事就不是真心了。 就不是功德了，办事变造业了。修行的人呢、啊，接下来老和尚教导我们了，所有善根、星星回向是助修啊。所以做事是积功累德、助修啊。 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啊，会陷在工作里面。为了修行而工作，为了往生极乐世界、积累资粮而工作啊。哇，那这样工作起来不一样了。哦，哎，越工作啊，离极乐世界越近了，而资粮越积越够了。 不能计较人我，不能沾顾得失。啊，做什么事啊？得失心要放下。啊，做事的时候啊，要置身于利害之外啊。但是你给人家谏言的时候啊，要置身于利害之中啊，不然你讲的话，人家一听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啊，都感感觉不到设身处地的心了、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在做事当中啊，跳脱出利害，都、哦、是。哎，接着又提醒了，不能基于意气，不是冲动了啊、哦，不是意气用事了。或迁于感情。 不能感求用事。悲智双运，要用智慧，要依据啊做人做事的原理。那做事就是功德。哦，所以老和尚让我们要扎三根呢，让我们掌握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。 不然，我们可以检查检查。哎，你真正在做事的时候，心中有没有经教的指导？那三根的指导很具体啊。啊，你在《弟子规》指导我们，比方说言语啊，道人善即是善的，啊,啊，扬人恶即是恶啊。 你在做事当中一定会用言语的是非已勿轻诺啊。假如这个我们没有做到了，我们去负责事情啊，会延伸出很多麻烦，甚至于成事不足啊，败事有余了。 所以，儒家强调啊，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也。哎，这种心境很重要。不忧患呢，自己没有位置啊，发挥啊，没有位置啊，做事啊，患什么？ 今天假如人家真的用我了，啊，我能不能成事啊？啊，能不能让领导啊交给他万事 OK？嗯，哎，做事稳当啊，也是无微不至啊、哦。哎，这些心境很重要啊。哎，我们对照对照自己了，哦，都是想着哎，我要去拿到那个机会啊。 没有衡量，我拿到之后能不能把它做好啊？哦，所以我们要学大成啊，这些处事的心境啊，做人的基础啊，哇，那真的世书啊，还是一些重要的教诲啊，跟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息息相关的，还是要懂。 这样才能积功累德了，这样才能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啊。啊，你看做事，孔子说的“勿欲速，勿见小利”。啊，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，不着急就不简单了。 这个节奏太快了，啊！一看眼睛一张开，啊！快快快，刷牙洗脸，快快快吃饭，啊！公车赶不上了，快穿鞋，哇！每天都在这种氛围之下，考试，哇，竞争，想着什么方法，时间又少又可以考高分。 脑子都动这些，动习惯了，一下子不知道什么叫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，<laughs> 哦，啊、哦，所以自己种了一棵苹果树啊，哎哎，看它成长，<laughs> 你急不来啊，得等到明年才有东西吃了啊，啊，最后，确实，到了明年了。 啊，自己不在英国了，啊，供养给别人吃了，啊，我就体会到啊，这不离因果啊，要吃到苹果啊，还要过福报才行，哦，但是没吃到啊，不能种恶因，不能在那里气死我了啊！他是种了这个称谓性的因了，应该说什么？ 哎呀，别人吃跟我吃一样，哦，这样鱼猪众生示若自己啊，这样才能去极乐世界。这这一念心跟极乐世界相应了，哦，哎，别人吃比我吃还高兴，哦，因为我听到哦，啊，我们院长吃了啊、哦，同仁吃了啊、哦，赚到了。<laughs> 嗯，好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啊、哦，我们刚刚讲到啊，这个夏老这一段啊，这、哦、很有味道的，哦，基于义气呀、啊，迁于感情啊，这个都不是。 正确的办事态度了，哦，就像啊，我们常常提到，掌握情绪啊，才能掌握未来啊。不能情绪化，啊，要理智啊。 啊、哦，不能遇到事很激动、哦。那可能我们想啊，我很想理智啊，可是面对境界都被转了，那代表我们熏习的不够，熏习的这个正能量啊，抵不了我们情绪用事的惯性。 那还得多熏呢，熏文成种啊，熏到遇到境界的时候，它很自然就冒起来，就能够以理则情感、啊、以理则情啊，啊,啊，陈德之前呢，在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啊。 有很多常常提到的法语，哎，往往在自己面对人事境缘呢，哎，他会冒起来，而且一冒起来啊，哎，这个情绪啊就调伏下来了。哦，后来整理整理呀、啊，整理成十条，哦，跟大众交流的一个主题呀，啊,啊。 建立理智的人生观，所以不要基于义气，不要迁于感情啊，这个都得下功夫的、啊，不然理还是理呀啊,啊，我知道了，不要迁于义气，不要啊，不要基于义气，不要迁于感情，那个都要在境界当中练。 啊，立誓练心了、啊，啊，多听经，多念佛，啊，脾气有一点起来了，佛号就提醒了：“阿弥陀佛，哎呦，不能再相续了。” <coughs> 好，这个是。 夏老指导，啊，所以我们呢，念知在知，啊，这个、佛号啊，没事的时候静念相继；有事的时候啊，也是佛心真心呢、啊，去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样用功没有间断。啊，就是接下来讲的。 所有善根，星星回向，愿生我国。所以自心性要转专念。但是在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呢，离不开社会，离不开人群，离不开一切众生，活在世间一天。 啊，受那么多恩德好、哦，那我们也有本分职责啊，要尽了、啊，要表好法了，哦，所以师长指导到、啊、弥陀世尊和本师释迦如来，他们在经典当中的教诲，我们照着做啊，这些教诲就教我们断恶修善。 积功累德，好，而这所修的种种善根呢，修积的这些善行呢，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愿望，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那就跟这个这一愿的经文相应了，心性回向，那就镇住。 双修了哦，哦。那这里啊，师长也提到啊，你正助双修啊，这个助修呢，偏重在福，福慧双修。有福报的人呢、啊，临命终时啊，心不颠倒，如入禅定。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这几句话，有没有警觉性提起来了？我们观察观察，现在世间呢，年纪大了，有老年痴呆的倾向，或者临终昏迷不醒啊。 这都是福报不足啊！啊，假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不好好修啊，临终是这样的境界，那是太可惜了，太没有把握了。啊，所以啊，要分秒必争呢、啊。 正助双修啊！哦，尤其万德洪明，能灭重罪啊！哦，果能一向专念，自然过障消除啊！啊、哦，不但道心成熟，且可福慧增长。 尤其呀、啊，我们都不是啊。从小学佛的啊，像陈德自己，成年才学佛啊。学佛以前，造了不少业、啊。哦，那光吃，啊，以前也喜欢吃牛肉啊，嗯，这个都是业啊。 要好好的念佛修行啊，忏悔啊，哦，每天每次回向，哦，都要给这个累世今生杀害伤害的众生回向，化解、啊、这样临终啊，才没有障碍、啊 哦，所以临终没有病苦啊，这是福报啊！哦，那我们之前呢，跟大家有提过啊、哦，这个这个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这个助修的力量啊，也是很大的、啊。 有一个中医叫周月春，他有一个仆人呢、啊，明德。啊，结果他医术高明啊，跟这个仆人治病，一摸他的脉啊，这个剩没几天了、啊。哦，给了他不少财物啊，让他回去看看父母。 最后的面呢、啊？啊，结果他这个仆人呢、啊，路经扬州，啊，遇到一个男子啊，非常伤心啊，痛不欲生，因为啊，他欠了官家的钱呢、啊，把妻子给卖掉，啊，他一个男人做这样的事啊。 他觉得太对不起太太了，他想呢，还完之后啊，他就要自杀了。啊，这个周德啊，听完了，把他所有的钱呢，统统给他了。哇，这是圆满的善呢、啊，满善呢、啊哦。后来。 他回到家呢，哎，慢慢身体恢复了，他又回到啊中医师这里要工作了。啊，这个周医师看到了，哇，很惊讶，啊，把他的脉，哇，你现在的脉怎么这么健康啊？啊，你回家过程发生什么事了？哦、啊，他就把这个过程讲了。 这个中医感叹呢，行了大善呢，五脏六腑啊，马上就变了。哦，所以他这个故事的标题叫“五脏力变”，立刻就变了。啊，尽心尽力啊，去行善呢、啊，这个功德力啊，蛮大的。 啊，所以师长指导我们，毫无保留啊，帮助他人呢、啊，这都是满圆满的善。啊，接下来呢，经文讲了，乃至十念。 临命终时啊，十念一念都能往生。啊，老和尚马上举了历史当中啊有例子。好、哦，后面有有讲到。啊，老和尚首先先讲了，唯除忤逆诽谤正法。 啊，《观经》上讲了，忤逆十恶，临终遇到圣缘呢，也能往生呢。所以，《观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决定不冲突啊！所以忤逆罪不是不能往生。啊，可见这里忤逆啊是陪衬的一句话，重要在幕后的这一句诽谤。 诽谤的人呢、啊，根本不信，那怎么能往生呢？往生三之粮，幸愿行。啊、哦，换句话说啊，如果不诽谤，能信受，忤逆罪啊也能往生。所以讲到念佛啊。 这个师长分析了，这个人呢，一生呢没有听过佛号，没有学过佛，直到临命终时才遇到善知识，劝他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他一听就相信，就接受，就真的发心。 自听到佛法一直到往生，虽然时间很短了，哎，我们思维一下，跟十八愿完全相应了。他是自心性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啊，完全符合经典所讲的标准，所以他怎么不往生呢？当然往生了。 啊，不过念的时间短而已啊。当然，时间越长越好。啊，那讲到念佛啊，那善导大师说的很清楚，善根的人呢，是净行受。啊，他从遇到开始啊，他就依教奉行，一生念佛。 这是缘分好，而这个临终十念的人呢，他一生没有缘分遇到佛法，啊，到临终才遇到。当然老和尚接下来讲，提醒我们呢，不能听到这个临终念佛啊，哎，掉以轻心了，啊，产生说我临终再来念。 哦，那那就麻烦了，就误误了姻缘了。临终遇到啊，最低限度要具足三个条件，才能往生。第一啊，临终神智清楚啊。第二呢，是关键的时刻啊，遇到真正的善友，提醒你念佛。 第三个条件是一听啊，立刻就信受奉行、哦。这不是我们的缘哦。我们现在就遇到了，啊，我们就老实念佛了，正住双修了。但有可能我们的亲戚朋友会有这个缘出现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的内心啊，要相信。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！你不要落这个亲戚朋友都不是，可能有机会啊，他生了大病了，临终了，哎呀，他没善根了，我不去了。”哦，那可能就错失一个机缘哦。不能小看众生的善根了。这是讲。 他临终了。其实啊，我们心中啊不能放众生的故，这样我们呢、啊、就不真诚了。不真诚了，那自己变冤大头了。啊，什么事最冤枉啊？把自己的真心给丢掉了。 好像有个故事讲，哎呀，有一个人真夸张啊，搬家搬搬搬到最后呢，把太太给丢了。哦，那对方跟他说，这还不是最最夸张的，有人搬着搬着把自己给丢了，啊、哦，把真心给丢了，就把自己给丢了。 哦，所以虽然是个笑话呢，也提醒我们了、啊。老和尚说，最傻的人，就是把垃圾啊，放到自己纯性纯善的心中。学佛要有智慧啊，不能干傻事。古人也留了一句话给我们。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，但恐诚心未至。诸位仁者，相不相信这句话、哦？啊，相信的话呢，那我只要自诚心现钱了、啊，众生都有本善的，能感动。问题是，真心怎么现钱？ 真诚心要现前了，要不见他人过啊，才能现前了。你见他的过啊，你看他的眼神呢、啊，他就不舒服了，就就不够真诚了。哦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这一句，众生善根不可思议。我们遇到众生的时候，这句要提起来。 哦，那接着师长举例了，唐朝张善和往生，啊，这个确实是临终时念往生的。哦，所以善导大师说了，临终念佛啊，通于三倍啊，摄于九品啊，莫不往生呢、啊。 啊、哦，他不一定品位低哦。哦所以品位高下啊，这七十九页，七十九页老和尚说的，看念佛功夫的浅深。啊，不是念的多少啊，是浅深哦。啊，忤逆之人呢、啊，他往生临终那一刻。 忏悔力量的深浅深，决定他的品位。如果他是自诚心忏悔，彻底忏悔，他的品位一下就提升到上上品了。真心现前了啊、哦！所以师长举的阿舍是王，杀父害母，破和合,合身。 还跟提婆达多合作啊，出佛身血，造五逆罪了啊！佛经里面呢，还有哈遮四王传记啊，但是他临死啊，忏悔啊，所以一念悔改之心呢，真的从地狱一下超到上品，终身不可思议。 哦，所以不能轻视啊，造业的人哦，说不定他临命终时往生呢、啊，品位还比我们高。哦，我们还不如他。啊、哦，不可以轻慢造业之人呢、啊。哦，所以往生呢、啊，一是、啊、念佛功夫浅深。 往生，一是忏罪浅身呢，往生、哦。所以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、哦。当然我们听到这里了，那这个忏悔不是临终的时候用啊，现在认知到了就要用了、哦。真忏悔了。 啊，我们也有见过啊，真的认识他的错误啊，痛哭流涕啊，那真的鼻涕都止都止不住啊。哦，本来脸色比较灰暗的，啊，哭完了，忏悔完了，哇，整个连的气人的气色都不一样了。所以弥天的罪恶啊！ 都抵不了啊！一个忏悔啊！啊，了凡先生比喻啊，一灯才照，千年之暗俱除。这个比喻很具体啊。千年幽谷啊，哇！你看千年那么久，可是一灯才照就亮了。 但是真正呢、啊，我们，哎，今天，啊，有个朋友发了个 stick 啊，哎，那个话挺有味道的。这小时候说谎啊，心里啊很紧张啊，长大了说真话。 心里很紧张啊！哎，这长大了说谎话不紧张了，反而说真话有点说不出来了。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！哎，我们怎么染着这些习气干啥呢？哦，现在道个歉，嗯。 哦，好像还得深呼吸好久，才讲得出来了。那道歉也是真心流露啊！啊，我们真的认识到，哎呀，人家因我而生烦恼了，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，很自然就讲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修行呢、啊，首先呢，把这个面子要卖掉。 啊、面子一拿掉了，真心的话、忏悔的话，哎，很自然可以流出来了。好，啊，师长这里讲了，啊，八十页第二段 <coughs>，我们学佛。 要想符合经上的标准，就要一心专念啊！所以，我们修行是要符合经上的标准哦，不能是自己认为的哦。哎，依法哦，不依人哦。 更不能依自己的意思哦，啊，哦，那这里强调的，一心专念呢，啊，一向专念，要专呢，啊，所以身专拜阿弥陀佛，口专念阿弥陀佛。 心专想阿弥陀佛。哦，师长说了，常常提醒同学们、啊，务必使我们的心愿解行，一一同佛无二。哦，佛的心愿解行啊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所讲的。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，阿弥陀佛的愿，阿弥陀佛的见解，阿弥陀佛的行持，全在这一部经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要做事了，哎，这一部经的指导，我们要提起来了。 用这一部经来思维，啊、哦，用这一部经的原理、原则啊，来处世待人，指导一言一行、哦。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啊，全在这部经上。哦，这部经好啊，分量不多，很容易受持。啊，要把它做到。 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行持，这样才是修行。啊，修正行为啊，啊，你看言语，我们就要想到和言爱语，劝喻测境。啊，色当和，墨香为逆。 啊，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。都在指导我们了。啊，这种修行法就是古大德所说的“万修万人去”啊。啊，所以经不是叫你念给佛听的。啊，佛就欢喜。啊，那是自己欺骗自己了。 佛还要听这个东西吗？佛不用，不要听啊，是要念给自己受用，提醒自己啊，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。好，所以念经啊，真上缘啊，啊，那我们呢，依这些教诲去做。 其实啊，无量寿经的经句啊，就是我们的自性啊。借这个真善缘呢，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无量寿经啊引出来了。何其自信啊，本自具足。所以，我们看着经文，不能说：“哎呀，我做不到啊。” 啊，要想着怎么去做到。啊，大家假如觉得《无量寿经》哪一句很难做到啊，那要提出来，我们可以探讨。啊，啊，不要自己闷在心中啊，你这个疑就去不掉了。啊，疑是大病了、啊，会影响我们往生的、啊。啊，师长更具体讲了。 啊，把《无量寿经、啊》啊变成人生的剧本。哦，我当时听了高兴的不得了啊，因为我中文最差，那我写剧本我也写不了。啊，现成的、啊。哎，做到百分之百上品上升啊，百分之九十上品众生，以此类推啊。 百分之二二十，下平下生。哦，那今天我们挑个百分之二十啊、哦，哎，以上啊，以上，以上 <laughs> 我们好好的来做。那老和尚这一段呢，我们就解行相应了，我们就真的是心愿解行了。 跟佛越来越接近了，阿弥陀佛接近了。好，好啊，今天啊，时间到了啊，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